拿大香港人路线呢就正式接受了申请啦。嗱，如果你问我呢，香港人申请呢个 Hong Kong Pathway 啊，最大嘅挑战系乜嘢呢？咁我就会答你系加拿大而家仲系实行紧嘅 Travel Ban， 即系限制入境嘅措施嘅。即系话呢，即使你能够成功申请到呢一个工签都好啦，如果你系未有人请你，未有 job offer 嘅话呢，你暂时都系唔能够入到境噶。嗱，点解会有 Travel Ban 呢？当然就系因为要去控制呢个大流行啦吓。嗱，原来咧呢一个限制入境措施，除咗影响到香港人咧入境加拿大之外咧，同时亦都影响到咧上年啊加拿大吸纳移民嘅数字噶。嗱，据报道话咧，其实呢一个2020年嘅新移民数字啊，系跌到落去20年嚟嘅谷底噶。佢实际嘅数字距离佢嘅目标咧，都系相差好远噶。咁究竟呢个 Hong Kong Pathway 啊，会唔会帮到加拿大去填到呢一个氹呢？今日就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啦。嗱，咁究竟上年个情况系有几严重呢？根据加拿大移民局嘅最新数据啦，上年咧其实咧就系吸纳咗咧184,000+咧新嘅 PR 嘅咁样。嗱，咁2019年比较正常嘅年份，佢又吸纳咗几多个新嘅永久居民呢？原来系341,000+嘅，哇，基本上系差唔多冇咗一半噶。而咧上年呢个184,000呢个数字咧，就系由1998年以嚟一个最低嘅水平噶。嗱，所以咧上年嘅秋天咧，移民局其实都宣布咗未来3年嘅吸纳新移民嘅目标啊。嗱，佢哋希望咧喺2021年同埋2022年咧，分别每一年咧都会有411,000+新移民噶。喺2023年咧，甚至系有421,000+添咁样。嗱，加拿大边一啲省系最多新移民去嘅咧？嗱，就系包括安大略省啦，跟住就系咧 BC 省、魁北克省同埋阿伯塔省嘅。嗱，而呢一啲省份咧，去年嘅新移民数量咧，都系下降咗40%嘅喎，咁样。而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嘅数据啊，1月份嘅劳动适龄新移民嘅总数，嗱，新移民嘅定义咧，就系你嚟咗加拿大5年或以下嘅劳动力啊，系比去年同期咧系少咗119,000+噶。咁点解上年移民嗰条数跌得咁金呢？咁嗱，原来喺2020年3月嘅时候咧，加拿大嘅移民部长麦特斯诺咧，曾经宣布过咧，加拿大系即将要迎接咧341,000+新移民噶。嗱，341,000呢一条数咧，系同2019年咧系一样嘅吓。嗱，但系咧，几日后啦，总理杜鲁多咧就被迫宣布啦，加拿大要有一个新嘅限制入境嘅措施啊，目的就系要遏止大流行嘅扩散啊，咁样嗱。因为大流行咧，除咗有呢个限制入境措施之外咧，其实都删咗啲 visa office 啦，吓，同埋处理所有嘢咧都变得好慢啊，咁样。嗱，其实呢样嘢咧，我哋都有所感受嘅。点解咧？因为上年嘅暑假期间啊，其实我哋就已经递交咗我哋申请入籍噶啦，咁样。咁啊，但系除咗唯一一次啦，到目前为止佢就 update 咗我哋，就话佢哋已经收咗我哋份件之外咧。其实到而家佢哋都未有进一步嘅 update 俾我哋噶。嗱，正常嚟讲咧，成个申请入籍嘅过程咧系需时12个月到啦，咁样吓，就系包括你去考入籍试啦，同埋去嗰个申请入籍嘅嗰个仪式啊，即系唱国歌啊咁样嘅。咁但系到目前为止，我哋都冇收到进一步佢要我哋采取嘅行动，包括要准备去考试咯咁样。咁我哋都估计其实係因为大流行嘅关系啦，就算你係冇删晒所有嘅 visa office 都好啦，其实好多 staff 呢都 work from home 嘅，就导致到好多嘢都变慢晒咁样啦，而可能佢哋会 prioritize 一啲嘅 task， 我哋呢啲入籍又唔係啲好紧急嘅嘢，所以就肯定係放慢处理㗎啦。咁究竟加拿大有啲咩方法可以填返呢个氹呢？嗱，首先呢，佢哋就调高咗呢3年嘅移民目标，希望呢藉此就抵消呢大流行所带嚟嘅损失嘅。
嗱，虽然今年嘅目标大约系400,000嘅新移民啦，我哋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达成得到噶。嗱，但系随住咧确诊数字嘅下降啦，同埋多咗人去接种疫苗咧，我哋期望咧吸纳新移民嘅速度咧系可以加快啲嘅。嗱，除此之外咧，移民部部长咧 ，Medicino 咧，佢就话啊，其实加拿大咧即将会通过一啲新嘅途径啦，就俾现已喺加拿大嘅人咧，系创造一啲机会咧，令到佢哋成为永久居民啦，就希望直至咧就达到今年嘅移民目标嘅。嗱，呢一啲人咧就系包括咧国际学生啦、工人啦，同埋寻求庇护嘅人噶。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的移民人数在 Travel Ban 生效之后没多久就下降了。现在新移民的数量是还未恢复到去大流行之前的水平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加拿大一直是坚定地欢迎高质素的移民来支持他们在大流行之后的经济复苏。嗱，现有嘅移民申请咧，佢哋会继续处理啦，系唔会停噶。而 travel ban 咧呢一个限制入境咧，其实都唔系冇豁免噶。嗱，有边啲人系可以得到豁免呢？就系如果你系加拿大嘅公民啊，或者系永久居民嘅近亲家庭成员咧，喺大流行嘅期间咧，你仍然系可以移民到嚟加拿大噶。究竟咧 Hong Kong Pathway 咧可唔可以帮加拿大咧填翻移民数字呢一个氹咧？咁我认为就好睇咧，佢几时可以取消呢个入境嘅限制嘅。而能唔能够取消入境限制咧，亦都系好睇究竟加拿大咧境内有几多人系可以接受到呢个注射疫苗啊咁样嘅。嗱，但系截至咧2月9日为止咧，加拿大嘅疫苗接种人口比例咧系少于其他40个国家噶。当美国咧有13.1% 嘅人口接受过疫苗啦，而英国咧都有19.4% 嘅人咧系接种过疫苗嘅时候咧，以色列就67.4%啦吓，领先全球噶。而加拿大咧只有3% 嘅加拿大人咧系接受过至少一次嘅疫苗嘅啫。嗱，连印度嘅总理咧喺星期三咧都曾经表示过咧，话会尽力去帮助加拿大嘅。嗱，虽然咧有啲人咧系解读为咧向杜鲁多政府嘅示威啊咁样。嗱，其实加拿大政府有冇做嘢咧？佢都系有噶。嗱，佢系有落到 order 嘅，包括就向辉瑞啦同埋 Moderna 呢一啲嘅公司嘅。嗱，只不过咧佢哋嘅 shipment 咧而家都系 delay 咁解嘅啫。而加拿大其实而家都系做紧咧自己嘅自主研发嘅疫苗噶啦。但是呢他们就期待呢就是就算是顺利都好啦，都要是下年的年头才可以投入市场的这样。那啊，由于所有东西都是看究竟我们有多少人打到疫苗啦，那而现在我们的进度也都是大落后的，那所以对于这样东西我们唯有都是以审慎乐观的态度啦这样。咁今集咧就到呢度啦，中意记得俾 like 啦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啦 ，turn on notification bell 下支持披财文字版，多伦多求生血律师，我哋下集见，拜拜。